请按照视频将身份证和车票叠在一起，车票在上面，票面朝上，二维码朝前，推到底部。持临时身份证的旅客请走人工通道，请提前摘掉口罩帽子，不要让围巾头发挡住脸部。请按照视频将身份证和车票叠在一起，车票在上面，票面朝上，二维码朝前，推到底部。持临时身份证的旅客请走人工通道，请提前摘掉口罩帽子，不要让围巾头发挡住脸部。